为什么你都不用化妆呢？天生丽质。当时请的林超还是很好看的。原来两个人都喜欢我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跟初阳太急了。你是没有弄头发对吗？我今天忘了给你化妆。你现在跟谁一个寝室？咋这么惨？你会害怕吗？不会，我有我杨哥的桃木剑之手。他的桃木剑留给你了是吗？对，就那天吃完饭完，然后我下去第一件事我就说，你得把你的桃木剑留给我。你去准备吧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他说这是个魔镜就有一个绰号，是魔镜魔村，魔镜魔村。哦，你那个字有认真在写吗？嗯，好的，再见。哦，对对。在这里的生活是疼痛的，是吗？我整个人就是疼痛。